陈哥今天准备打扮成奥特曼去体馆，这谁都认不出我。哎呦，手呢？我把后边拉一下，后边拉一下，拉上去啊！哎呀，面罩都戴上啊！还能认出我吗？这边刚好发现一个打折的小伙子，咱过去看看。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哎，那个我们在拍一个那个综艺节目，这个主题叫做那个奥特曼学打乒乓球，正好看你们三个打这么好，那个所以说吓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你看那个方不方便，能不能帮个忙？你说。啊，就是我们为了就是拍这个节目嘛，就是想找一些乒乓球高手，正好看你们这个，就是想问一下你们三个中谁打的最好。那正好不是我吗？他打好啊。那你看能不能麻烦你，就是你教教我呗，正好我们把那个视频拍完，你看行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行，那您教我打两把啊，你在对面，我在这打。好的，给我来个把，我来个把。对，过个盘用，谢谢。是这么拿盘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么拿。就往前挥就行。哦，行，我挥试试啊，来。看你打得错，是不是以前学过？对，在幼儿园的时候练的。哎，要不咱打点有难度的吧，行吗？就是记录一下，咱们这个视频也记录一下，行吗？要不就拍一个吧，打个比赛。行，就是打比赛，那你带我练练啊。啊，打一局，行。你这反手是长焦吗？啊，我说怎么这么怪呢？我去，好用。就这一下，出来就丢人。对，本来就学习。那个，其实我今天不是来录节目的，我今天就是来踢馆的。我今天来踢馆。好呀。